我定话咧，佢制造出嚟就我哋中国嗰个游戏啊，最坏嘅游戏就打麻雀啊嘛。吓、打麻雀点解最坏？咪打到啲人坏晒咯。吓、猪死下家，压上家，害对家，冚家人唔碰都碰嘅，系咪？有对眼见虎，你都碰咗佢噶嘛？佢上上牌害對家，佢單打獨鬥啊嘛，所以佢習慣咗個人咧唔可以合作嘅，所以你睇香港民主黨派冇得合作噶嘛，佢隻手五隻手指分開啊嘛，佢唔會變成拳頭有力量噶。